平静的境界啊，心性是有向而动啊，道心是正确，这就爱看咱平时啊用心啊。所以经典中啊，不断向咱叮咛，以大菩提善德通达啊，觉通如来真佛境界，明欢喜地。常人讲过去，欢喜地，这是十地的第一步，就是欢喜地。安怎才会当欢喜？咱的心啊，哪会当通达佛心？自然啊，咱的心念无烦恼，无烦恼呢，那就是平安自在啊，欢喜充满。所以学佛最重要就是平安自在。今仔日就是第二地，十地行的第二叫做离垢地。这个文看起来好像无啥会了解嘛吼，啊，无了解，大家当然爱多用心嘛。也就是讲，有佛啊，伊啊会境界，所以呢，咱应该会得到真正的明了。咱的心啊，早就到佛的境界。那就是真明朗啦，咱要知影，诸法以性而立以动。咱知影众生啊，都有烦恼，偌侪烦恼啊，大概啊，百万数千烦恼正侪嘛，所以呢。都爱设方便呐，所以诸法以性而立以动，众生烦恼拢无共，所以爱用种种的方法来甲伊由因回归，就是一项。但是呢，下面再讲，若见有动啊，即非离垢。那这个、意思啊，也就是讲，咱若是拢家看讲啊，拢是啊，共款呐。其实呢，安尼无虾米可以再离过啦。本来就清净嘛，既然清净，何必再离啊？那有垃圾的物件好离开呢？所以动性欲灭啦，所谓离。所以，大家人对这段文啊，可能哪会当多用一挂心，都会当了解。那就是讲，佛陀来人间啊，说了真多的法门，只是为着众生的烦恼不同，所以法啊，随烦恼有分别，正果有异。安尼，大家人较会当了解吧，吼。因为说法啊，就是随着烦恼有分别。啊，因为众生啊，根基啊，有根深甲根浅呐。根基若较深的，畏过的心啊，就慢慢减轻啦。所以。法本来是清净，
只是因为烦恼染了净，所以啊，就会变成了疑。咱拢知影智慧两字，智是分别智嘛，慧就是平等慧啊。尽管呢，这个慧是平等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清净的本性。但是既受了污染嘛，那就已经有分别了。那既然烦恼有分别啦，那烦呢也是同款，爱随着烦恼而分别。所以因为安尼啦，这个正果的有余都无同啦。所以生若无染嘛，即净。既然是心啦，无受到污染，都是清净啊，那就无什么果可离啊吧。安尼大家应该爱了解。那咱学佛啊，咱就是啊，从迄个真复杂的烦恼中啊，咱呢接受了佛陀的教化，所以咱家己爱除去烦恼。那去掉种种的烦恼，咱来提升呢，咱有一种平等观。所以啊，万千平等，以一切众生的起慈悲心啊，无比无相，唔通去解分别啦、啊，分别一是贵，一是贱，这个。富贵贫贱啊，其实呢，无可分别啦。对啊，人人本性原来清净，人人本来就依附同等的贵，真正是啊，真稀有啊，非常的高贵，迄种超然。贵重的本性，人人本具啊，所以应该是平等。只是业力感应啊，烦恼众生啊，所以咱那是依附境界同等的，咱就会当使一切众生通通平等啊。无有贵贱贫富的差别，世俗那些看到业障、贫困、苦难等等的众生，咱都爱将这苦难中的众生起慈悲心，无有伊甲我的分别，所以咱定那讲啊，天下一家亲啊。其实，咱生在天地间，共同呼吸到的呢是同款的空气，同款徛住的所在，都是伫这大片的土地。安尼，敢有什么款的好去分辨呢？所以，咱应该把一切众生视为己亲呐。咱若会当安尼，那就无有虾米款的分别心哦。所以我定来讲的，真感恩啊。感恩全球住这人啊，有志一同啊，那陪随着这个志愿啊，行在全球普遍。多一个所在有灾难，那么多一个所在，讲这个志，什么志呢？菩萨的志愿，贴讲一个心，什么心啊？是佛的心，
人人贴近了佛心啊，行在菩萨道中，这不是少数人做得到，一定要大多数的人。有一句话叫做君切君力，在人群中人人呢，这个力量哪会当合我来啦？那天下呢，因应苦难众生，都会当通得救啦。所以常常起着感恩心啊，就亲像讲十月初八迄一天，定巴基斯坦。几十秒钟，天摇地动啊，已经成为了震惊世界的灾难，所以这叫做惊世的灾难。是不是会当通警觉了全球呢？人人有这个无常的警惕呢？每家自卫啊！各家自我啊，有了贴近佛心啊，立志行菩萨道的人，已警觉起来啦。天下既是一家亲啊，我无去救，什么人要去救呢？用着迄种本愿力，我家己已经发心愿起来啦。我发出了这份的力量，一个人有法度无？无法度。两个人有够无？无够。那一个地方的人，安尼力量够无？也阁无够。所以，唔只是伫台湾的组织啦，立刻呢，组立了救灾团，包括咱的医生。大医王的团队随团呢，分作两梯次，第一梯次、第二梯次，去做迄个接力的爱。所以，从台湾出发，也阁有从马来西亚、印尼，阁有从土耳其、从亚丹。安尼呢？五个国家组织人啊，共同合会，伫受了重灾难呐，巴基斯坦会合啦。这五个国家的人，大家人会合起来，迄个力量，第一，人人有各不同，伊啊特色。亲像讲亚丹、秋华、丹吉素啊，他伊有一种将亚丹迄个亲王，伊伫亲王的身躯边做代志，伊的这个形态呀，就是啊，时时带着微笑，真正的亲和。就是呢，来自于亚丹呐，迄个亲王的家庭，将伊的身份，将伊的体态，将伊的鼻心，去到迄个所在。在啊，伫迄个国家有真多啊，真多呀，联合国的人共聚伫迄个所在。组织团体中啊，有这种特性的人，所以啊，有的人就会感觉讲啊，组织这个团体，甲其他就无同咯。阁有从土耳其来的胡光中居士，伊本身是佛教徒，一个真虔诚的佛教徒啊。竟然呢，会遐尼只用心付出啊，甲咱的团体呢，安尼密不可分啊，这嘛是一种的
得失啊。从一年啊，伫这几年来，自在伫一年所做的呢，投入救济，在迄个混乱中啊，社会混乱，甚至呢，真正的误国的安客户啊，甲伊变成了迄个大爱村，真正的动乱的社会会当当安定落来，伊有安尼的经验，所以呢，他就是主祭人，甲主祭人会合啊。那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的主祭人啊，在迄个马来西亚，社会真正的平静，但是贫困的人真多，而且呢，去过了斯里兰卡海啸的救灾。这种的经验合了咱本会啊，伫台湾一群的大义工，也阁是伫国际间伫咧救灾有经验，亲像安尼五个国家各有特色，汇合起来呢，第一梯次就到迄个所在去啦。这样，大家人有志。啊，这实在是啊，一个真美妙的组合啊！所以，尤其是第二梯次，第二梯次呢，是啊，简副院长、甘副院长啊，伊发心带着一团的啊，带义工啊，有将大拿。有从新店、花莲三个地方，哎呀，医生啊、药师啊、麻醉师啊，各不同的这个功能啊，但是同一款的医疗团队，参加咱国际救灾啊经验有素的人，那一大团呢，把这个爱啊。接落来，那交换啦，开始在迄个所在呢，发挥了最高的亮点。因去迄个所在做救灾呢，非常的吃力，因为呢一望无际啊，都是高山，看起来呢厝拢总是平地，拢总是。瓦砾，所以呢，因生活嘛是爱真吃力呐。伫迄种温差真大，日时头遮尔热，伫布棚卡；暗时真寒，嘛是伫迄个薄薄的布棚，困伫地的面顶，偌尼真吃力呐。伫吃力中生活，伫迄个所在。的医疗哦，搁再较困难，环境非常的恶劣，电梯连迄个电梯架都无啊，因为较挂的树啊、歪林，人藏的树卡，所以伫遮尔正困难中呢，发挥了因的亮点啊，搁再。因伫迄个所在，毋是敢若伫定点尔，因呢，也阁是坐车、爬山、撩水，哦，步步艰险，真正哩艰难啦，步步真险难啦。所以，尤其是特别运载来的物资呢，嘛是爱经过了空中来，或者是陆地载阁载。这是真多呢，万般的困难呐、啊。不过呢，咱还是伫迄个所在坚持做到，而且送互因帐篷，送互因毛毯呐。虽然呢，
是暂时安搭因的心甲心啦，参加因短暂的生活。但是呢，这咱已经尽心做到，所以讲起来，虽然咱拢总统统都是平等啦，但是要去救人，或者是要尽心，这呢，拢总爱用各种的方法啦，非常的辛苦，因为呢，众生啊，苦难差别啊，千般万别，真正是真多啦。何况讲心灵的烦恼啊，无明嘛是真多。尽管佛陀一直甲咱讲众生平等，众生无贵贱，但是众生受苦难的是千差万别啦。这必定要用各种的方法。去了解，真真正正爱去体会吼，体会讲安怎叫做移动，移甲动哦，其实本无差别嘛，啊是安怎呢？爱有迄个分别，所以佛陀呢讲明了诸法以生而立以动，这都已经诸法拢爱无共啊啦，但是呢。要改入来迄个性，同款的性啊，这呢实在是啊无法度吼，所以咱一定呢爱用法，若见有动啊，即非离故。咱若甲看，大家人拢清净，大家人拢平等，那安尼呢，都唔免去救啊，因为众生苦难有差别，所以啊，各位，有当时阵伫文字呢。真感谢哦，但是咱要用心去体会，所以才讲爱时时多用。